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夜雨环境音。今天是2021年11月11号，星期四，下午3点30分。现在快要雨过天晴了，温度摄氏9度。这是来到太平山，我们拜访了台湾山毛榉步道、吹风湖极境山记、太平山庄以及快木林原始步道之后，我们现在来到被 CNN 评选为全球最美28条小径之一的见晴懷古步道。如果您是开车上来，需要将您的车辆停在见晴停车场，建议用完厕所之后，经由观云栈道来到见晴懷古步道。观云栈道是建于见晴懷古步道与见晴停车场之间新辟的人行栈道，长约 1.3 公里，步行时间约20到25分钟，是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最容易欣赏云海的路段，同时也可以眺望开阔的山岚之美。太平山雨后出晴时可眺望奇峰峥嵘的圣林线，中午后常有壮丽如诗的云海，有时白茫茫持久不散，心中经常涌起渴望见晴的心情，此乃见晴懷古步道的由来。见晴懷古步道过去就是由太平山见晴线运材轨道部分路段整建而成，路口处位于太平山宜专一线23公里处，步道长约 0.9 公里，建议步行时间来回约1个小时，再加上往返停车场估计需要1.5小时的时间。
然啦，哦哦，然啦，啊，对，住伫个山骹。嗯。去到那边就开车啊，到处。走一走一下啦，好，那走下。嘿嘿啦。安尼嘛好啦。才会做的好，学问才会做的好。见晴线运材轨道原长约 5.5 公里，有宽广的视野、平缓的路径、苍翠的地貌、笔直的林相，以及迂回曲折的铁道路径，自然与人文资源丰富，因此步道整建之时保留山地运材铁道特色，沿着迂回曲折的铁道路径，沿途保留有铁道、木马、台车、轮轴等历史遗迹，成就一条可观山观云、探索自然、缅怀往昔的怀古步道。今天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散步在见晴懷古步道，看看被绿色植物爬满的悬挑铁道遗迹。我们来散步吧。你走啊，好，你往前走，你要往前走啊，啊，可是你人很小哎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说你人很小，对啊，这个地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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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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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真的不错，很多在这个人，他是讲这个需要在你说的在这里，好吧，放一个阶梯。我们上面的开水，妈妈用力了，好好好，快点，哎，你先。还有，亮亮，这里你要跑了。婆婆，你把他们赶走，这样子。拜拜。三二一，噔噔，好。对啊，要 OK 的啦。啊，对呀、啊。不然的话，就是心里有孤单。Thank you.
让他轮椅的生活啊，然后在这边。哎、嗯欸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先讲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就是他，我就在这边呢。好，你在这边就好了，还是蹲下来？不用，站着好了。可以勉强你，你说勉强你比较适合的。这里一定要走哎、欸。你觉得连口罩都要应该要来？你说现在？好好玩啊！他有写信自己人吗？哇，他只能单信单，他只能单向哎，他是有人在等。是音吗？是啊。阿妈。
带你来玩就好。还好你有一个女儿会这样子。跟旅行社不一样，就是点大部很多不一样的，对，比较贵了。像我们住的地方，我们去住哪里啊？住那个叫黄水厂的那个饭店，住那个很棒，那旅行社很好的。说那个培养是另外一种，对对，其实他也不算培养，他只是好像是一种方式，然后方式自己的做出来的这种做他们要的咖啡，我这个很清楚说他就是一种路，因为这个安全性比较高，对，他就说比较没有对对对，那大家带你有
你不能停停停车。我就是算了，这个等一下玩多久啊？你看，待会下一班都很难接哦，那个。比如说这个等去，那你下一班要回来看完之后，要接几个车？哦，那、啊、这个地方，这个等你要先算那个时间，要玩多久？那工作要做很完整。没有，我绝对说我会跟你要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冬天死了。
脏。